莫小西，我来。我现在在办公室，因为最近值班。没有，我是认真在工作的，我真的认真在工作的。把化妆品都带过来，我准备这一周都在公司里化妆。领导还没来，赶紧抓紧时间化。这个叫做 Gold Princess 这样子的一个牌子，然后它是泰国的防晒霜，不是天气热起来了吗？这个的话防晒程度是 SPF 50 PA 加加加三个加。在泰国不是属于热带地区吗？应该会做得更加的专业一点。然后 Gold Princess 这个是我朋友安利给我的，觉得它没有存在有拔干，它还是很水润的一个状态，它有点点美白的成分，它涂上去以后就有点像妆前的那种效果。上我一般都是摇一下，然后它这个它还是很细密的，整个闻下来是一个草本植物的味道。脖子一定要防晒，要涂到。我不太喜欢安耐晒，虽然安耐晒的防晒程度也不错，但是它会很拔干，然后又感觉特别油。夏天就是防晒霜是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跟你吃饭一样重要的东西。今天用到粉底液呢，还是这款欧莱雅的，是蛮遮瑕，但是它整个妆效又很贴合，很自然。它也不贵，就大概六七十块钱吧。哦，眉毛画好了。这块呢是鸽子它打翠的一盘，然后我就把它重新压了盘。橘朵的这个绿色，这两个颜色合。眼影的话是完美日记，这一盘应该是鳄鱼盘吧，这个色系跟我今天穿绿色蛮搭的，就用他们这个刷子先打个底，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藕橘色，这样子就这个颜色，墨绿色在眼尾加深以后，下眼睑加一点黑的这个颜色，等于画了一些部分蘸这个最闪的这个亮片绿，哇，真的厉害！哎呦，睫毛挺翘，睫毛膏我用到还是 Dolly Wink， 用了两三年了，就。泰国妆，泰式妆，最后一步也激动人心的一步，涂口红的。你记不记得我在《刺客信条》里面打那个 boss 啊？嗯。好，现在出一个游戏叫《只狼》，据说有人打一个 boss 死了294次，他每次这个游戏人物一死，那上面就会显示一个死字。啊。然后人家说这个死字看多了越来越像一个菜字。我用的是哪个颜色啊，给大家看 Bobby Brown 的这一款 Blackberry Blackberry